他们把这些资料给提供给民间的那个开放程度，你们有没有要过？然后要过，但是要不到，都不给的。对，他就说这个是那个商业机密，商业机密。对啊，就是上出来给我们的是商业机密。对啊，他就是用这些有正式公文、公文有网版资料。对，他们就说是商業。那有往那个中央去吗？有往中央的公文吗？中央还没有。对，其实刚好昨天还前天去参加一个 Open Data。就开放资料的讨论会，然后是环保署的那个监资处的人自己来回答。好，那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之前不是有一次说要求政府应该开放资料里面要有这些烟道的资料，而且还有排水口的资料，都是要及时监测的资料。那叫环保署应该要公开啊，但是环保署就说其实好像照地方自治法。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地方环保局的权责，会互相推，就他可以要求。然后地方环保局如果不给他们，就是地方政府没有义务要提供这些监测资料给中央，所以他们现在要慢慢的沟通。那听到的比较 OK 的是宜兰啊、高雄、台南比较愿意配合，会慢慢给。然后其他的就好像还在消极的抵抗当中。对啊。那所以就是中央要不到，然后再来是，但是中央是说他们如果取得的一定都会 open 出来，他们就不会去顾及商业机密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他们不会把它当做商业机密的地方啊，所以现在地方政府还是把它用商业，把它当做商业机密，不愿意公开。对。但是如果中央真的得到，他们会不会？主动公开，我们也是很怀疑的。目前是有，就是监资处的那个专门委员，监资处就专门做资料汇整的。他们透过，就不管是空保处或是什么处的提供资料，都是给监资处去汇整公开。那现在就是承诺是在明年底，一定所有取得的、能够取得的排烟道的资料跟排水道的及时监测资料都一定会公开。因为那个是真商善政要求，真商善政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以公开为原则，如果不公开的话，都要详实的说明理由，不公开才是特例。所以就是中央政府就不敢，是副院长要求的，不敢抵抗啊，只是说他们就遇到的问题，他们说遇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他们没有这个依法没有责任要提供，所以他们不一定会配合。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态度出来。对啊，就是所以我是想说，了解一下地方的态度。对啊，就是。那你们问要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去年的时候。去年，然后今年还没有要过。今年还没有。因为我觉得中央要都要不到，民间要更难。对，就是除非有很，就是再继续广大的民意。所以事实上，搞不好某些压力要往中央去，因为中央他没有权责，没有什么法律，可是他可以，那我不给你预算。他可以有这样的补助，对，就是给你绿色。什么低碳生活的那些，对对对，那个这东西没有，他们就更少，所以这个是他们手上可以握的一些资源。最主要是看中央，像刚刚讲说中央如果真的有心的话，其实应该是要到。对啊。其实不需要，就继续要啊。对啊，就是继续要，因为你知道吗？我自己也在某公部门嘛。那我们要的这些 data， 他们可能来你录音啊，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数字。可能没有这个数字可以理，你一次跟他要啊没声音的，第二次再跟他要，继续跟他要，他才会有这个数字。因为讲来第一点，他说商业机密是自我检测的部分，我不用他自我检测，我要你去稽查的，抽查的那个，你要取信于我。对啊，我觉得那个部分可能没有，所以继续要。而且我分享一下，可能要很多人一起去要。对，好，因为我也检举过公部门的东西。这些没有，刚刚只是帮大家问一下，这些东西可以写。对对对。你们先不要表达个人意见，自己采访。好。对啊，就是希望可以有个就是中立，然后第三方的可以进去做一些监测。自己想。所以这目前会有什么样的人对象？还目前还没有，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把这边的
居民组织起来之后再来要求这件事，不然这件事可能也没有，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要求的话，跟有没有什么老师啊，还是医界啊，还是什么可以比较集合一点？有啊，就是我们之前都会去做一些串联，就是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老师。老师跟一届都会，还有一些学者，对，他们都可以当作第三方的中立的角色。哎，那你们会结合其他的那个地方团体去？我的意思不是说去跟，比如说六亲一样，他们会各自去跟各自的那个工厂去要那些资料嘛？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从地方上去一直要资料，即使地方没有给，但是你一直吵到中央去，然后中央一直听到外来的声音这么多，那会有这样的动作吗？会啊，对，就但主要是因为政府也看得出来，其实只有这一小群人在闹，所以他不会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多人一点去旁击其他的县市，比如说刚刚有讲说高雄啊、台南其实都有给，那有没有试过说他们也一起去吵说，哎、欸，这边有给，那边有没有给这种方法？哎、欸，让你所以其他因为其他县市的状况不了解，所以其他的县市已经有成功的要到，对对对，哦，你可能取经一下说他们怎么要到的这样子，会不会说让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猜测是比如说。像高雄那个地球公民基金会，他们也是就是算是有很多志工，所以他们的力量可能是真的比较大，所以的确比较可能要到。对啊，当然我们如果也是制造出这个舆论说为什么高雄有给，但是绿营没有给的话，会有帮助，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看这边的权力，对对对，有没有知道这件事？对，因为你们一定是主力，然后旁边的只是帮忙去散。对。所以你们现在有进行这样的动作吗？要资料这部分，哎、欸，就是旁，就是本地而已。串联说算是平行。会啊，就是会跟其他的团体，有时候会开会，或者是在网络上讨论。那有一起往公部门去那个要这些资料，就是一起去要。我说是一起。没有到一起去要，哦、对，了解了。还不够串联，对。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做的事，就是说，像一开始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就是会发现说。